美玲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即摆上班时间，你若无伫职场，子辰，是安怎啦？你来哭啊啦？是安怎？有啥物代志？莫哭莫哭，我干吗放伫个？有啥物代志甲我讲就好。美玲，甲妈妈讲好无？ 发生什么代志啦，美玲？莫哭啊！美玲，发生什么代志？跟妈妈讲好不好？我拄才知影。 原来开车拢是陆瑶姐的人，都是罗平安。罗平安，毋若是小英派去飞燕卧底，进前的车祸，嘛是小英指使伊的。伊的目标就是我，陆瑶姐是为着要保护我，所以才会把我杀开。阮拄才去了解状况的时阵。 警方的备用甲阮讲啊，讲罗平安身躯顶，阁有牌一条车祸的罪名，想袂到，就是这件代志。美玲，你哪知影这件代志啊？是他给大家亲嘴甲我讲的。他给大家甲你讲的。罗平安才倒去自首，他给大家哪有可能这样紧的知影？啊，是讲伊早就知影，伊只是一直无甲你讲。 他给大个甲警府哥早就知影这件代志，现在一直有问的原因，是因为罗平安是他给大个亲生后生。罗平安是他给大个亲生后生，哪里进前这么着急，把咱找罗平安，伊是为着要帮助伊得忙。奇怪，伊他给大个性，无可能做这款代志啊！而且罗平安主动投案。 应该是他给大家甲柯坑的啊。既然他给大家已经选择要答应叶青啊，那恁有啥物唔卡再甲你讲陆瑶车祸的真相？唔卡再甲咱讲罗平安这个人有问题，那恁咱就袂互罗平安接近咱，甚至拖累着飞燕啊。这是因为他给大家甲小英私底下有交易，用秀法人二店来讲话，我骂罗平安拢是陆瑶姐的真相。 太大为人才正派，那做这款代志啦。妈，金虎哥讲，伊查出来开车的人就是罗平安，私底下甲秀英接触，利用陆瑶姐的死，啊，秀英甲秀法人二店搞出来，他给大汉嘛是事后才知影的。金虎哥哥讲，伊袂用目睭紧紧看着他给大汉后生去互关，佮抓袂着秀英。 秀法人二店对陆瑶姐更有计量的意义。讲来讲去，这一切都是陆瑶姐死啊！大家大意来为着家己，你来为着乔芳姐，都是大家的王八。地上心高我你也唔惊，妈，我总算会当了解你家对子成功的。 这一切无卡下，敢若有计划甲安排，顶上是给你的陆瑶姐的影响。妈，我真正就对啊！为什么陆瑶姐安尼？为什么这世界这么复杂？为什么我爱人爱离开？ 陆瑶姐自细汉就无爸母，伊的亲戚朋友无人愿意收留伊，伊拢是一个人过日子，还是有偌辛苦的代志。我甲阿嬷搬来台北以后，阮两个做伙摆摊，拄
我来讲，伊早就是我亲人。就算伊误会我、误解我，伊永远是我女儿子。因为我相信，只要是一家伙啊，我逃不开的卡。是无简单，伊才了解我甲伊一个的代志。结果伊做为着要保护我。伊要走的时阵，佮伊伫甲我回信嘞，佮伊伫甲我回信嘞。死的人是我，是我甲伊回信嘞，伊无做唔对，是我甲伊害死的，是我甲伊害死的。喂，无代志哦。你袂当安尼想，陆瑶一定无希望你安尼想。这不是你的责任，我相信陆瑶一定希望你会当好好活落去，好好幸福过日子。啊，不过我即摆幸福是陆瑶一个死活来，这个幸福大家伤大，我无想要得，我一世人会当无幸福，我只要陆瑶一个活落，我只要伊活落。美玲，我，姐姐，来，来帮美玲，开个车，油，快点。海玲啊，海玲来，来海玲来，来，等等来，跟起来，跟起来，来，海玲醒了啦。